天我们来挑战马田的零失败 challenge。搞什么搞什么？阿星，我还他宅用，他宅用。我记得是他教我的，他教我的。啊，马田，你会用你们的族语讲话吗？不会。今天我们来挑战马田叔叔的 challenge， 现在又是礼拜三了，马田叔叔又不在哦，欸，他现在还是在香港，原来他精神现在在这个地方，他人虽然没有办法到，但是他可以寄一些东西过来，他出了一本他的食谱，然后呢，他寄了一个箱子来，他说这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呢，就算他不在，我也可以做成功。我是抱持着非常大的怀疑啊！我觉得我们会不会直接变成打脸的？直接打脸他？他上面还写马田的零失败超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试试看他寄给我们的东西到底会不会失败。哇哦哇，好精致哎，看起来你很会讲话，真的啊，真的有精致吗？设计的很好的感觉，是还蛮不错，而且很厚哎。这个是马田做的甜点书，上面写的是普通话吗？应该是普通话。粤语来写是不是？我看不懂。然后里面呢，他也帮我准备了大大小小的材料。他人好好，我怎么有这种马田的灵魂好像在这里的感觉？好，我们先把一些材料拿出来吧。他连空气都帮我穿厚厚了。他上面有帮我们标签清楚里面是什么？上面还有马田的头发哎，马田不要连毛都寄过来好不好？还有我们准备了泡打粉、低筋面粉、打狗棒、盐、刷子、白砂糖，你说连鸡蛋都寄来啊？马田春来的鸡蛋，马田蛋，然后这个是挤奶油用的那个奶油，上面标注只要55克，好啊。还有一颗柠檬，还有一个超级大的模具。然后我们今天呢要做的东西呢，74页，74页。看我们做什么东西？我们今天，我靠，做出来吧！我好期待我们所谓的零失败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这个马的连什么东西？马的不可思议，马的连贝壳蛋糕，马的连贝壳蛋糕。所以我们只要照着上面做，应该就会100%成功了吧？我看一下他出了几页，253页。可恶，他的页数比我出来多。不要，现在就给我竞争是不是？来，那我们只要照着他上面的做法，应该就可以。模具就是马德莲蛋糕模具。步骤一，蛋液稍微打发后，加入白糖均匀搅拌，50克的鸡蛋羹。所以鸡蛋可以说几颗吗？50克也太科学了吧？你就当做一颗就是50克。OK， 好，然后白砂糖50克。等下，它蛋黄跟蛋白要分离吗？没有，他写蛋液，所以应该就是整颗给他下去。整颗下去，我们准备了这个东西，这是拿来打蛋的。你会打蛋吗？会。你可以示范单手打蛋吗？不会。试试看嘛。好，可是它已经破了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快爆啦！可以啊，好帅！哦，好，那你来打蛋，我来念书。蛋液开始打完之后，加入白砂糖，搅拌均匀。白砂糖，50克白砂糖。需要这种甜食这种东西啊，现在不要多吃啊，这种东西太甜了。接下来第二步，搅拌均匀过后，加入玉米糖浆，还有盐，搅拌均匀。玉米糖浆，有这玩意儿吗？完了，要失败了，马天叔叔没有付给我们玉米糖浆。我们刚才在说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么神，你随身携带这种东西吗？有啦有啦，来，我们来一点糖浆。他说要10克，这应该就是十克吧？我要失败了，各位。不是，我觉得砂糖刚50克了，然后再加糖浆，甜到爆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加一点点的，一点点的盐，应该就是这些啦，0.5克。你很辛苦，你在当工具人。还有声音，噪音哦。接下来不停的搅拌它，一直搅拌。是。然后我们要加入过筛材料 ，AD 筋面粉跟打泡粉。Hold up。所以这两个东西要过筛。泡打。我刚刚讲什么？打泡粉，打泡粉，泡打粉。我刚刚是语出惊人吗？语出有点惊人了。低筋面粉准备完成，那我来过筛。好，过。你来帮我打泡，全部下去吗？应该是，这是零失败，就是我们不用动脑，好不好？就失败点在我打不开。哦，打开，打开，过筛中，很疗愈耶，很像夜市的那个机器。他说，还有泡打粉。好少一点点，刚刚的头发会不会也是他的材料之一啊？这巫毒哦！好啦，差不多了，他应该是继续搅拌吧？搅拌它，好，直至无粉的状态。我们接下来呢，还需要柠檬皮，然后应该是用这个打狗棍嘛？我们需要削一点柠檬皮进去，要一点我的皮吗？不要哦，不要哦，你的皮下去了，我就马田的头发也放下去了。来喽，
腿对，好香哦，真的很香哎。我们是不是太多了？我们已经快变芝麻。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啊？看它的原料，它已经变成都像芝麻糊一样。好，接下来这一步呢，就是一直搅拌到它看不到颗粒感为止。接下来呢，看起来是没什么颗粒感。加入融化的奶油搅拌机，它很滑顺，然后用保鲜膜去密封，冷藏至少一个小时。好，等一下可以挂网一个小时了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放入融化的奶油55克。好，怎么融化？用你的爱感化它。不要，我觉得我看你要放多久。好吧，先切55克出来哦。我做出了科尔必斯口味的生乳卷，科尔必斯三型卷。它会卖在几月啊？5月、6月、6月，两个月的时间，那是限量啊，卖完就不没有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商品有限了。想要尝试试试看尝鲜的话呢，你可以在底下影片底下的地方可以买到礼。这是阿神长大的磨练，平常都是这些东西都马田在做的、啊，暂时没办法出现，就是训练，对，是训练故意的。手套，你会不会切到手？55克的话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左边那块大块的，左边这块大块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55克。哦，龟苓，好贵哦。两克，真的两克，不是你现在把龟苓的重量了，这真的是龟苓吗？龟苓、哦，这个应该对吧？好，来喽。你刚刚说我们要多少50吗？我们就假装它是55克，好不好？没关系啊，就算不准也无所谓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让它融化。怎么了？它还好吗？爆炸了！爆炸了！要补一些奶油。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弄融化，倒进去，来喽，维修。接下来呢，搅拌柔软之后，就可以把它冰起来嘞。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用保鲜膜去把它给盖起来，然后把它冰起来。好，让我搅拌看看好了。好啊，它现在已经变得很像那个蛋花汤了。真的，哎、欸，那个柠檬的香味真的很没有，我觉得奶油下去之后变得酸酸的，酸酸的感觉。我觉得那酸酸的味道应该是跟柠檬的酸不一样。好了，差不多多，保鲜膜用完之后，我们把它丢进冰箱里面冷藏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，等等见，佳妮。嗨。一个小时到了，他现在已经，我刚刚很怕，如果一个下来，我们要再一个小时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没事，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让它冷却大概30分钟左右，对，然后再送进烤箱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们在送进烤箱之前要让它稍微休息30分钟左右，然后有点退冰，然后30分钟左右之后丢进烤箱，大概只要8分钟的时间。哦，好好好，对，哦、你很娇生惯养呢。30分钟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模具里面，好，然后烘焙它。好，那我们就30分钟后再见了。波波，嗨，经过了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，我们的东西已经融化了，现在倒过来真的是会就是会倒出来，会漏出来，我们就要再人生重来。下一步呢，我们就要来把我们的酱料，准备了2个小时的酱料往里面灌下去，哇，感觉已经活过来了，跟我们刚刚弄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。然后刷子呢，我们要在我们的烤盘上面抹上一点点的油，让它等一下出来的时候不会粘在我们的烤盘上面。刷点油，刷快出来了。等它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哇、哦，好看哎。好，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点。再多一点吗？好差。会膨胀。差不多。会膨胀哦。啊，那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。来不及啦。现在其实还蛮担心它膨胀之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像烙塞，好像快没了、欸。没关系，它有多少就用多少。最后一个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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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ah! 差不多，极限了。我们做了2、4、6、7，7个，7个。然后我们送进烤箱里面，我看一下，8分钟，等等回来。完成了，经过了。3个小时的折腾，我们出现了奇怪的东西呢。我是觉得做的还蛮像的啊，你看哪里哪里，它背部的部分颜色吧。我们先不要绝望，搞不好翻过来之后就很像了。你知道我后来就是在等待的途中啊，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情。怎么了？马林叔叔要给我们的材料的量，应该是刚好可以放满12年。是这样吗？开始。难怪，所以它满出来的部分，我们其实一步一步刚好，对，差不多刚好就是12个，但没关系，它下面应该是好看的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给翻过来，弄出来。好脆哦，感觉好棒，是很香的。我觉得完蛋了，这样子。我觉得我快把里面嘟爆了，我也是。怎么办？它变成这样了。
那个马田马叔叔，你不是说零失败吗？他一直不断的在破裂。到底是我们有问题，还是这个有问题？不是，我们油也加了，马德莲贝壳蛋糕，马德莲贝壳蛋糕，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但我们先闻一下它，先闭眼睛闻一下它的味道，好香。其实闻起来味道是棒的啦，视觉上没那么美观啦。对对对，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好好吃哎！而且我刚刚从头到尾不是在嫌说它会很甜，但其实吃起来没那么甜，刚刚好。嗯，刚刚好，不会太甜，焦焦脆脆的地方其实也很好吃哎。你们是没有吃过这种吧？对吧？没有，我也没看过这么神秘的料理，好像鸡蛋糕，他叫我用汤匙自己去挖一样。可是它味道的确是那种高级法式甜点的味道哎。先不论外观，现在评个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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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五分。不论外观的话，味道是超级超级超级爆。如果把外观加进去的话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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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一起三分，不是，我们要给自己点信心。我们知道它是好吃的，好吃三分，好不好？对对，好吃的。但如果你在餐厅里面端出这个东西，不行，我们可能会被客诉，可能会打死。我想知道马林看到我们做这个样子是什么表情。很好吃，马林真的很棒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在书里面，这可能是基础烘焙技巧，所以是我们的问题。对，马林不是你的问题。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失败点。第一个失败点是我们加太多了。哦，对，太大块。第二个失败点是因为加太多的时候，书里面写八分钟。我们烤了16分钟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也太大片，所以我们外面其实没刷到油。Alright， 那这集 episode 差不多该到这，零失败，没有失败，好吃，好吃，味道没有问题，大成功，大成功。Alright， 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集 episode。礼拜三我们可以再来挑战一下马田的其他食谱，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这种。零失败系列，零失败系列，别忘了留下一个大家喜欢让我知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哦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，拜拜。我也会成功哎，可恶。我看有谁推荐吗？美食作家水水。啊不，美食水水美食水水，美食水水芊芊。